肚子很鼓，啊，堵了好多气在里边，啊，啊，非得再旋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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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有时候这样转，有时候这样转，啊，有时候这样转，啊，现在非得，现在呢是有时这样转，啊，有时这样转，啊，有时这样转，有时这样转，啊，有时这样转，啊，有时那样转。 有时那样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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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是完全按同的方向在转啊。如果按同的方向在转的话，就像一个线绕的，绕的以后就，因为绕下去就没完没了的感觉啊。应该要适当的要反转，反转啊，反转，反转，反转，可以回减轻肚子里边的压力啊，嗯。 可以反转的，减轻肚子压力，所以有时候，非得需要反转，嗯，不只是一直正着的方向转，要适当的反转，才能降低，腹部的压力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